闪烁豪宅住家对面顶楼摆着大大小小反光镜，那个一闪一闪，我就会那个很不对眼睛很不舒服，就是你没办法走到那个阳台那边去。二楼及四楼女儿墙上贴约20张符咒，尤其到了夜晚，强力灯光打亮，人形面具，两颗眼睛直瞪，闪一闪，真的是对人家不好。特别到位，大家嘛，感觉讲不妥当。嘿，暗时啊，你看足恐怖。就斜斜。斜斜，讲有那鬼脸啊，那二楼鬼脸。强光照射，直照佛堂，还架设多支监视器，而就是这个佛堂引起纷争。神像们有拜拜。然后因为他们家好像是就是都有生病啊，他就怪罪好像是我们设了佛堂，然后造成他们家的人都生病。佛堂主人身心俱疲，找房仲想卖房也卖不出去，不过遭指控的夫妇出面反击，他把他拜完的东西就往下面倒，倒了以后还把他拜的东西挂在我家门把上要我吃，那时候我就报警请你们取走了。秀出搜证证据，指控设有佛堂的这户人家恶意泼水，还会在窗外挑衅，造成他心理恐惧，看病达上百次才会拿出反光镜自保而非反制，邻居互杠各说各话。三立新闻许淑伟、张宏报道。